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2条第2款之规定，以你涉嫌伪造、编造、使用虚假核酸检测证明，已对你进行行政拘留80日，并处以5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有没有异议？没有异议。有异议，接下来就按例行。Thank you.